台中是一名11岁的小女童，在日前接受了血管瘤手术。不久之后，妈妈开车载她外出，行经一处路口时，伤口突然间裂开，大量出血，把妈妈吓得手足无措。还好附近有员警经过，赶紧向警方求助。员警也协助鸣笛开道，顺利的将小女童给送医。另外呢，还有猫咪误闯小客车底盘受困，员警帮忙找了附近的修车厂业者协助，拆开了底盘，让小猫咪重获自由。你跟在我们后面。女童嘴角鲜血直流，妈妈赶紧拿卫生纸让她捂着伤口。远景查看一下最近的医院后，帮忙开道，一路鸣笛。流蛮多血的。女童妈妈开车紧跟在后，很快的就抵达医院。原来11岁的女童日前接受血管瘤手术，术后不久，妈妈开车载着她外出，行经北屯区文心路和崇德路口时，嘴角还未愈合的伤口突然裂开，大量出血。妈妈不知所措，正好附近有保大远景巡逻经过，赶紧向警方求助。因为那是过年期间，所以市区车蛮多的。为了尽速帮小女孩止血就医，用最快的速度、最短时间帮他们开道。女童送医后已经没有大碍，让家属相当感激。人民保姆真的是无所不在。一只小猫咪误闯小客车底盘，附近店家发现后担心猫咪受困，请求员警帮忙。警方联络车主，试着拍打车身，但猫咪就是出不来。警方找来附近修车厂业者协助拆开底盘。大伙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让小猫咪脱困。警方表示，驾驶开车前可以先检查车底，轻拍引擎盖，若有动物躲藏，就能避免行车途中发生意外。记者吴福燕台中报道。